大家好，我是霞姐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钟啊。我现在准备回北京。我公公呢，应该是今天的晚上7、8点钟吧，到北京。我现在都收拾好了，准备回去。我现在已经到车站了啊，这次回去呢，准备坐车回去，就不开车了。开车因为进北京的时候怕那边堵车的话，坐的时间长这腰也不行，还是坐车比较方便，也比较快，20多分钟就到。已经下车了啊，孩子的爸一会儿过来接我。哎呀，车上人不多吧？哎，不多。这倒是挺快的啊。对，这比开车快吧？嗯。比开车快。还行，这今车站人不多，像往常有时候来这儿排大长队，上下车的。嗯。车站里头的人也不多，可能这个点儿又不是节假日啥了的，人少。嗯，人不多。点啥呀？这随便吃着吧。不是，大爹应该是快到了，跟谁啊？估计快到了。要不了，咱们去咱们家门口那边买点菜，买点啥回去我可做。不，这么晚了，别折腾了。家里面有面条，也有西红柿鸡蛋，什么都有。要不在家里面炒点西红柿鸡蛋，煮点面条，随便吃点也行。我想是买点菜回去炒几个菜。哎呦，别折腾了，你这身体还没什么呢，你再折腾，这坐车又这么远也是挺累的。咱就随随便便吃着，都是自己家人，也不是外人。要不这样吧，要不咱去咱家那附近那边有个涮羊肉，咱去那儿去吃去。哦，那也行，那咱去那儿吃着也行。那咱去那儿去。嗯，就不在家折腾了。哦，挺累的。行，那一会儿给他们打个电话。哦，叫那一会儿咱们给谁要打电话，跟他说在哪儿。给人发个定位上，咱们直接一会儿到了就往这边开就完了。